都说世界上最赚钱的买卖都写在各国刑法里，在中国就要数贩毒了。我国的禁毒力度大家都是知道的，然而有些人却非要在刑法边缘疯狂试探。今儿个咱们就来认识一个贩毒鬼才罗金城，他不仅贩毒，而且数量达到了四十公斤。然而最后他却只被判了十个月的有期徒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罗金城一九六九年出生在四川大邑县，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是脑袋特别灵光，很有商业头脑。之前开门做生意也算小有所成，成家立业后因非法持有枪支。 而进过小黑屋，出来后有前科的老罗很不好找工作，只得做点小本生意。做生意的时候结识了一帮狐朋狗友，结果染上了毒瘾。他开始吸上了海洛因，毒品带给他的快乐让他醉生梦死，老婆孩子天天以泪洗面。但是老罗已然沉浸其中，无法自拔。妻子还是希望丈夫能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，所以一直在老罗身边劝说他戒掉毒品，重新做人。而老罗也算是听进去了，于是把海洛因换成了冰毒。妻子见老罗还是这个不成器的样子，终于受不了，选择和他离婚。离婚后，老罗。 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伤了老婆的心，于是下定决心要彻底戒毒，然后好好生活，努力赚钱，兴许还能挽回老婆的心。但是没成想，这毒瘾说来就来，难受极了的老罗立马就将戒毒这回事抛到了脑后。缓解了痛苦后，老罗觉得自己可不能这样下去了，于是钻研起了门锁。二零一三年，果然被他研究出了一种遥控锁，还因此获得了国家专利。为了能让自己不那么难受，老罗决定还是上网买点囤货，免得自己遭不住。于是他兴冲冲的在网上买了一千块钱的货，收到快递时他。 整个人都是兴奋的，结果尝了一口，好悬没给他腻死。老罗寻思，这现在搞毒品的都这么卷了吗？还给毒品弄了个甜味的。仔细一研究，老罗才发现，他这是花了大价钱买了袋冰糖回来，但是他又不能报警，正准备找无良商家问候一下家人，却发现对话框出现了红色感叹号。在心里把商家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一遍以后，他也只能含泪把这袋冰糖炖雪梨炫了。然而，这次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的经历，却让老罗看到了致富之路。他看着空了的冰袋糖，陷入了沉思，然后开始仔细回忆。 一起自己的购买历史和心路历程，最后得出结论：只要拉黑快，怒气就追不上他。而且他们还得感谢他帮他们戒毒。想通之后，老罗做了一系列功课，打造出了一条反向带货的硬核产业链。他先是在企鹅上疯狂打广告，卖冰糖，一袋一千，童叟无欺，懂的都懂。有些不明所以的人还在下面骂他无良商家。这冰糖难道是金子做的？卖这么贵？不过这话在圈内谁不懂？所以很快就有大聪明找上他来要买冰糖。老罗按照地址发了一袋冰糖，然后含泪赚下了九九九。 然后在大聪明问候他之前，迅速将人拉黑删除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。当然，老罗也有点慌，毕竟头一次干这种事儿，所以老罗安静了大半个月，没见出事儿。老罗大胆起来，开始将自己的卖糖业务扩展到省外，挣着杀头的钱，却只犯了诈骗的罪。发出去全部是假的，全部是假的。网上互联网的话，互联网现在信息时代，你是知道，这个圈子里面一一下就传开了。 网上翻了以后，网上谈的肯肯定就少的很多。 论老罗和烟鬼之间的极限拉扯，究竟能有多精彩？自从老罗的第一单生意做成以后，他就觉得这是条不错的致富之路。于是他再次打开某企鹅软件，在自己之前加的内部群发小广告。一顿噼里啪啦的操作之后，老罗就等着买家主动找他。结果没想到，其中一个群炸开了锅，因为这个群进来了个新人，而这个新人就是之前买了老罗牌纯冰糖的大聪明。老罗删得快，他没骂成人。在这群里见到老罗又在欺骗消费者，大聪明逮着机会问候了老罗一家人。老罗眼疾手快。 退了这个群，这给老罗吓得够呛。于是他决定换个方式压压惊，自己当群主。进群之前要验证自己是真的大烟鬼，不是烟鬼不能进。因为老罗天天打广告，所以他这客户群迅速充盈起来，铺垫够了，老罗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销售业务。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，他还非常贴心的安排了货到付款，也有视频验货，这让客户们瞬间觉得放心多了。渐渐的开始有人找老罗买冰糖，但是不是什么人来找他他就卖他。老罗是个讲究人，他要先和这些人唠唠是哪里的人，进的他不卖。 一般只卖远在几百几千公里的外省客户，而且要的多也不卖，一次也就卖个几百一千的。你以为老罗这是傻吗？当然不是，毕竟老罗卖的是假冰毒，但是这些人要的可是真冰毒，他这属于欺骗消费者了，搞不好被人找到揍一顿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地址远一点的客户，正常不会因为几百块而不远万里跑来削他，真就做到自己是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负责人了。再加上这些客户又不可能去报警，总不能跑到警局说警察叔叔，我买到假冰毒了，你得给我做主吧？因此老。 老罗的事业蒸蒸日上之后，为了降本增效，老罗把冰糖换成了明矾。明矾的逼真程度比冰糖还要像，而价格却比冰糖便宜好多。为了让买家买的更安心，他还专门买了大量的茶叶来分开包装，发货的时候这些茶叶也一并放在包裹里，同时还找到了正规厂家开具了明矾的检测报告。不得不说，老罗在选品这一块还挺良心，高纯度明矾，纯手工古法茶叶，同时还配上一张明矾的报告，这样就算有人检查快递，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毕竟卖茶叶又不犯法，明矾。 是赠品，客户需要得满足。老罗的这套商业模式果然吸引了大量优质客户。这些人从老罗这里购买完以后，老罗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人踢出群，再把人拉黑删除，徒留大烟鬼们无能狂怒。凭借这波操作，老罗迅速暴富，他也慢慢开始飘了，而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因为这毒品的暗语说多了，自然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，发现在四川大邑县隐藏着一个大毒枭，在网上贩卖毒品非常猖狂，责令严查。他绝对是最奇葩的大毒枭，假毒品卖给了。 真烟鬼以一己之力阻断了网络贩毒，被捕时还异常淡定，说自己没有贩毒，我卖的就是明矾，不信你们查。老罗的毒品电商事业蒸蒸日上，奔跑在挣钱的路上，而大邑县的警方也奔跑在抓捕大毒枭的路上。某个异常的企鹅账号吸引了警方的注意，这个账号每天都在不停的打暗语广告，走货非常频繁，肯定是条大鱼。追查这个账号后，警方将目光锁定在王自镇的罗金城身上。为了一举将这个大毒枭抓获，警方决定快速出击，免得被他察觉异常提前跑路。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，针对罗金城的大型抓捕行动开始了。大家都以为这次去抓的这个大毒枭一定是个穷凶极恶之徒，可能还有同伙。这要是把窝点端了，绝对功德值拉满。来到老罗家门外后，大家都屏住呼吸，慢慢靠近老罗家的大门，一脚踹开大门，将正在电脑前疯狂码字的老罗按倒在地。老罗有一瞬间的懵逼，随后就大喊冤枉：“我承认我有问题，但我可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情。”警方自然不信，觉得这就是老罗的狡辩。因为在老罗的住处发现了疑似冰毒多达四。 十公斤，要知道五十克就能转世投胎了，这数量老罗都能投胎八百回了，还不加上之前卖出去的，就这还敢说自己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儿？可没想到老罗淡定的表示：“警察叔叔，那真不是毒品，那就是普通的明矾和冰糖。要不信你们自己查查。”警方将老罗和在他屋内搜出的四十公斤毒品全数带了回去，并且拿去化验。等化验结果出来，缉毒科的警方一脸无语：“这还真是明矾和冰糖，简直是自己从业以来办的最离谱的案子了。既然不是毒品，那现在对于…… 老罗的定罪标准又成了新的问题，定贩毒罪，人家卖的不是毒品；定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罪，人家明矾冰糖的纯度九十九点九九，啥毛病没有；定诈骗罪，人家一单就一千块，按照单次五千的标准来看，诈骗也算不上。难道老罗竟成了法外狂徒？那哪成？针对这种特殊情况，警方也只能特事特办，找到了曾经购买过老罗明矾的七名客户，将他们累积到一起，凑了七千的订单出来，给老罗定了个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，同时罚款三千。这之后对快递筛查。 就越来越严格了。老罗真是凭借一己之力断了整个网络贩毒的后路，真是个禁毒鬼才，反向带货精英啊！